我是小米，小七让你惯的真是越来越没样了。没事啊，你干嘛去？有点事儿，出去一趟。小七，妈妈今天不能带你出去了，你乖乖在家啊。你到底干嘛去？我午饭不回来了，自己叫外卖吧。 小七，走，找你妈去。一丹，对不起，来晚了。你等很久了。没事儿，以前你不就爱迟到吗？嗨，我不是换了工作吗？你不知道我们那个院长，骂人十分钟不住嘴，好不容易逃出来的。 我是不是影响你工作了？没有，没有，只不过这么多年，你都没有主动联系过我，有点受宠若惊。 死活不说，跑这儿会老劫人来了。要不被我发现，这绿帽子给我戴到什么时候啊？
你误会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是，你别那么激动，事情不是那样的。不是那样的，你当我瞎吗？前一秒钟你还搂着我老婆呢。长安，事情是这样的。亮亮，长安，我们回家去说。回家干嘛去？咱仨就在这儿把话说清楚。别在这儿丢人现眼，我们回家去说啊，走。现在知道丢人现眼了，你早干嘛了啊？你说什么？她是你老婆，你怎么这么跟她说话呢？我怎么对她关你屁事儿啊？长安，你给我滚！你说什么？说你呢？说你呢？别打了！躲开！你这个第三者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长安，我回家说。干嘛呀？咱们回家说，回家说。海亮，你给我等着！走了，走。吕一丹，你有完没完了？走，回家，走，走了，走了。乖啊，嗯，乖，看眼。小白真的太可怜了，从昨晚到现在吐了有十多次了。他是吃了什么东西了？他平时爱玩线团吗？对，不过我平时也不让他玩线团。嗯。哦，对了，昨天上午有事着急出去，把他锁在卫生间里，不知道会不会跟这个有关。啊，卫生间，我想想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家卫生间放牙线了吗？对对对，你太厉害了。昨晚我发现地板上有只空的牙线盒，还奇怪自己怎么用那么快呢。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。牙线属于线性异物，很多猫都喜欢把这个藏在舌尖底下。不过我看它的舌头没什么异状。那还有什么地方可能卡住？有可能牙线已经吞到胃里面去了。我们得照 X 光来进一步做确诊，你同意做吗？要做的。如果 X 光确诊的话，你愿意做手术吗？同意。好，那我开单子给你吧。怎么了？姐姐，我觉得你特别酷，特别像我喜欢那个明星，我特崇拜他。是吗？像谁啊？嗯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口香糖，是你的。你说你啊，从我认识你开始，我的运气就没好过，还整天唉声叹气的。穷鬼，穷鬼，穷鬼！爱玲，到我办公室来。哦。我在，我在。你要是心里有病，就赶紧去治。鹦鹉跟你有仇吗？不是，院长，你不明白具体情况。他每天对我精神摧残，人格侮辱，就差毁了我的人生了。那你怎么不想想啊？宠物乐园人那么多，他为什么偏偏去侮辱你啊？那是因为我是新来的，他欺善怕恶，就捡软柿子捏。那你就不要当软柿子，自己找找原因吧。你又干嘛？你还吵架了？我找原因？我怎么了？哼，你迟到旷工，擅离职守，不守规矩，虐待动物，这些都是欲加之罪，我不服。亏你还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工作低能，心理变态。我查过你的资料了，你是被医院开除的是吧？还敢说自己是英雄救美？就你说你是狗熊，我真是既侮辱狗又侮辱熊。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很了不起啊？我告诉你，丁涵，你就是个心理变态。你爱动物胜过爱人，你爱猫爱狗爱鹦鹉，你就是不爱我这个大活人。爱你呀、啊，你也配呀、啊？
你不如狗聪明，不如猫机灵，连跟鹦鹉抬杠你都抬不过，你哪个地方值得被爱啊？你简直就是个 loser。 行，你个灭绝师太，你说的都对。行，这份活我不干，谁爱干谁干。你，行了，干嘛呀？行了行了，住手！别吵，别吵，干嘛呀？放开我！你还帮他？是帮他。我当然是站在你这个战线的了。行，请啊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告诉他不干就走，不留他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你坐下，坐下，我马上跟你说了啊。吕丹，你就没什么想解释的吗？我解释什么呀？咱们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吕丹，吕丹，我发现我真不了解你，你让我感觉到特别陌生。是吗？我总算知道你为什么不给我生孩子了。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，你爱的是爱亮，你想给他生。咱们俩分居，是不是也是你们计划中的一部分？咱们俩的事情能不能不要扯到别人？咱们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咱们离婚吧！事已至此，咱们怎么走下去？你知道我是一个眼里不容沙子的人。我成全你们，真的要离吗？我留得住你的人，我留得住你的心吗？我们都给彼此一点尊严吧。好，离可以，但我不能因为这个理由离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对不起你。如果说以前咱俩闹矛盾，那是因为生活习惯不同，你喜欢养狗。我喜欢工作，这些我都能忍，但是我不能忍你跟别的男人。要是连这个我都能忍，那我还是个男人吗？离就离吧，你起草协议，我签字。哎，你好，快递麻烦收一下。啊，这寄给谁的呀？你们医院的。完美世界宠物医院所有工作人员。对。哎，什么呀这？哎呀，你们一个个都是格格，都是贝勒，我是你们的奴才是吧？真的是狗奴才，狗奴才。艾亮，不好了不好了，你这次摊上事儿了，你完蛋了。啊？怎么了？那么急急忙忙干嘛呀？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亮亮。这从哪儿来的？刚快递送来的。不是，这都是假的。这照片是假的。啊？照片是真的没错，但这事情不是这样的。艾亮，我真没想到你也能干出这种事儿。我这辈子觉得这种人最可耻、最可恨了。就是。还有这个。这完全就是个误会，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，这完全就是贾长安的陷害我呀！我们宠物乐园不能有这么道德败坏的人，你走吧。你要开除我？不是院长，这几个月患者暴增，你说这人手也不够，万一再招不着其他怎么办？阿亮，我可警告你啊，下次再惹事情，立马走人。谢谢院长大人大人。让他将功赎罪哈！哎，谢谢你啊，花姐，患难见真情，漫漫人生路啊！谁跟你漫漫了？甭谢我，我就是怕没人打杂。就是。
净身出户，房子和车子都归你，婚后的财产也按你的意思。我只要小七跟小米。完全用不着。我贾长安可不想让人说我占女人的便宜，财产要分，狗也得分。家里的钱是你挣的，可是你根本就不爱狗，你照顾不好他们的。谁说我照顾不好他们？狗剩都是我办的。你越那么说，我越要把他们留下。我让你看看我能不能把他们饿死。这种事你还跟我赌气啊？对，我就是赌气了。怎么了？那比你赌气少的人家强。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吧。你这算是默认了是吗？你蛮横多疑，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有相信过我吗？李玉丹啊，李玉丹，你好意思说我吗？咱俩结婚这么多年，你心里一直有爱亮，你爱你的狗，你爱爱亮，你爱过我吗？你要走可以，要狗没门。为什么？你明明知道小七跟小米都是我的命啊，我除了他们我什么都不要。这事儿没得商量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非得把我逼得这么绝吗？那好，两条狗，咱俩一人一条。不要，小七跟小米是不能分开的。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趁我没改变主意之前，否则我一条都不放。那你带走小米吧，他比较懂事，不会太麻烦你。好，小七你带走，小米跟我，从此以后咱俩恩断义绝，两不相欠。不会轻饶了爱亮的。我给他工作的地方寄了点东西。你寄了什么？没什么，无非就是一些你们两个搂搂抱抱的照片。我一定会让别人知道爱亮的是个什么东西。贾长安，你根本不算个男人。行，那你就去找你的男人，啊！
感受到与你的距离，有种感情叫做等，有种心动叫做等，有种默契叫做忠，有种信任叫做宠，有种快乐叫做疯，有种分离叫做痛。就在那一刻，世界安静了，你不是我的朋友，你是另一个我。就在那一刻，世界安静了，你是我的朋友，是另一个我。行，我想办法。
先把你送回家吧，然后我再回公司。谢谢，我自己打车回去就好。丁院长，我想请假，就半天。你干嘛去啊？干，有点私事。我警告你，你个人的事情不要再惹上动物乐园了。院长，你放心，绝对不会。好吧，准假。哎，谢谢丁院长，你一定好人有好报。还有什么事情吗？丁院长，我还想借你的车用一下。动物乐园的车呢？被于飞开走了，要不然我也不敢问你借。借可以，不过回来的时候把油加满。哇，丁院长，这个车还真符合你的品味啊。是吗？女汉子。不借了。哎呀，丁院长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车特别的高端大气上档次，和你的品味如出一辙。嗯，敢刮出一道伤痕，明天就不用上班了。得嘞。真是够着急的啊！这上午刚离婚，下午就搬家。早晚都一样。老同学，辛苦了啊！阿亮，行啊你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杀了个回马枪，你赢了。没有人赢，我们都输了。什么意思？哎，你在这儿等我。
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照顾小米。他现在是我的狗，跟你没关系。懂得舐犊情深，你竟然那么绝情，真是连狗都不如。说什么？我们把事都做了，还怕我说吗？别说了，我们走吧。不想你走，路有点遥远，天有点暗，拉着我的手。想回头，风吹过山丘，划过你的脸，能不能说不走？天都亮了，你看见了吗？那些爱的秘密，我告诉他们了。风都来了，你看见了吗？好像你的呼吸，我放在心里了。一丹，你就这么离婚了，受得了吗？就这样吧，反正也都是要离别的。不如走得潇洒一点。都办完了，怎么样？房子还行吗？挺好的，离医院近，也挺方便的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到房子了。开玩笑，赶集网无所不能。送给新房客的礼物。哎，亮亮，我可记得以前上大学的时候，你连袜子都懒得洗的，你现在怎么那么能干啊？哎，那你可不知道，我现在在那累死人不偿命的宠物乐园。天天就给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小动物打扫卫生、整理房间，什么脏活累活现在都已经不在话下了。其实我觉得你在宠物乐园挺好的，跟动物多接触也可以锻炼一下你的心性嘛。好什么呀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。我跟你说，前台是个结婚狂，美容师是个娘炮，最奇葩的就是他们那院长，完全就是一灭绝师太，天天找我茬。不是一丹，你生病不能喝酒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让我放肆一回。我这一辈子都过得那么小心翼翼，这回不用了。一丹，你能答应我个事儿吗？什么事儿？咱去医院好不好？你怎么又说这个？不是一丹，你看现在的房子都已经联系好了，我也找了一个最好的医生，是我的朋友，他会给你安排最有效的治疗。我不想去医院，我真的不想去医院。我害怕医院的铁窗，我也讨厌那个消毒水的味道。一丹，我们不能失去信心，不能对生活妥协，我们不能在这儿让我眼睁睁的看。
看你等死啊。可是人早晚都会死的，早一天晚一天，我真的不在乎。我在乎，小七也在乎。一旦你要明白，你的生命不只是属于你一个人的，它属于每一个爱你的人。你现在就放弃了，那怎么行？你为小七想想，他已经和小米分开，他不能再失去你这个妈妈了。可是迟早有一天，他是要失去我的。小七他不是一般的狗。他耳朵能听，眼睛能看，他心能感受，他比一般人都来得敏感。如果你不放弃，他能感受到你的爱，他能知道你是为他而努力。狗狗的生命只有短短十几年，你只要努力一下，你就可以陪他一生。你也不能跟安亮在一起啊。想出去是不是？你想出去，你们三个团圆是不是？没门儿，没门儿。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医生，急娃娃难产，赶快去趟产房吧。走。羊水已经破了，必须马上剖腹产。你去征求一下家属意见。您是吉娃娃主任是吗？对，是。你家狗的羊水破了，有难产的现象，必须要剖腹，你决定一下。剖腹产危险吗？吉娃娃因为体型小的原因，很容易有难产的现象。但如果不剖腹的话，你家狗狗会有生命危险的。剖剖，赶紧剖。小七，太太，小七，太太，你准备一下吧。今天做几项检查，下午进行化疗，化疗期间禁烟酒、辛辣，还有你不能再跟你的宠物接触了。让你老公把宠物带回去吧，以后也不能再带来医院了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亮亮，你们先回去吧。你一个人做化疗行吗？我连死都不怕，我还怕化疗吗？我找了一个好闺蜜来陪我，你放心吧。嗯，那好，我下班再来看你，有什么事赶紧给我打电话。嗯，你帮我好好照顾小七，她很懂事的。小七，小七，你跟亮亮叔叔先回去。等下次你来看妈妈的时候呢，妈妈的病就好了，跟你一起回家，好不好？小七，小七，那我们回去吧。小七，跟叔叔回去啊。来，走。啊！哎，小七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你不能这样，你再这样妈妈生气了。你记得去打针啊。
你们快回去吧。小七，走，走。嗯嗯，走，你去吧去吧，没事儿，小七走，走了小七，走，走了，哎，走，走，走，快走，小七。